Hello， 我是 Wilson 陈佑轩。今年呢，很荣幸能再次的参与这个马来西亚国际环球小姐这个评审的工作了。其实呢，我认识这个活动的这个 organizer 就是马丽丽呢，其实大概很多年了。之前呢，大概前两年呢，他是邀请我过去这个东马那边，就是沙巴州的梅里，就担任这个第二届的马来西亚国际环球小姐。第三届呢，他也邀请我，其实因为我也需要到台湾过去拍我的电影，所以我就错失这个机会。今年呢，他们第一次从东马移师过来马来西亚吉隆坡这边来举办他们第四届的马来西亚国际环球小姐，所以说我今年呢一定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今天呢其实是我们这一个 talent night， 就是佳丽们都使出这个混身解数呢来呈现他们最好的这一面，所以说我今晚我看到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就是种族啊，比方说有来自我们的印度的小姐，就是马来西亚印度的这个参赛者非常漂亮，还有来自东马的一些沙巴州的一些混血儿，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哇哦，就觉得说每一个可以胜出机会都非常非常大了。所以呢，我 Wilson 呢在这边希望，他们都可以在这个总决赛呢好好的表现，代表我们马来西亚为国争光，耶、yeah。